自己没有一丝毫意识在其中。啊，我做给别人看，哦，我要让别人跟我学着念错了，这就烦恼，这就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只知道自己这样做，绝不去要求别人。啊，别人也能这样做欢喜，鼓励他，称赞他。啊，他没有这么做法的时候，或者是还讥笑我们，我们也笑笑的回应他，感恩他，我做的不够啊，不够好，还没有感动你，你没有错，我错了。常行六度啊，就是四弘誓愿兑现了，烦恼真的断掉了。啊，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四句偈是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啊，他这里用的无边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自觉觉他，以己之觉普觉众生，以己之行啊导引众生，以己之德了回向众生，世界众生无边。誓愿度真干了，真落实啊，表现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。啊，表现在工作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菩萨的样子，觉悟的样子。啊，不管人家愿不愿意给我们学，我们就是这种表现，这就对了，潜移默化了。啊，善根深厚的人转变就很快，迟钝的人转变会慢一点。啊，自己不要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啊，没有这个念头，一切都顺其自然。啊，自然的感化。啊，自己没有一丝毫意识在其中。啊，我做给别人看，哦，我要让别人跟我学着念错了，这就烦恼，这就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只知道自己这样做，绝不去要求别人。啊，别人也能这样做欢喜。啊，鼓励他，称赞他。啊，他没有这么做法的时候，或者是还讥笑我们，我们也笑笑的回应他，感恩他，我做的不够啊，不够好，还没有感动你，你没有错，我错了，这样才对呀！啊，故下云：“未度有情，令得度；一度之者，是成佛。”啊，未度没有善根，没有接触到佛法的，要帮助他。啊，要把这样殊胜的法门介绍给他。这未度有情，令得度啊！啊，真实的例子要讲给他听啊！啊，我们晓得，
许有许多年轻人真正想学佛，希望自己能够像菩萨一样啊，真济福祸啊，帮助众生啊，想学经教没有机会呀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自己的福报不够吗？我在过去生中有三次这种缘分，福报不够，都没做成功。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了，还有没有这个福报呢？我想没有了。那真正想学佛的人，现在这个网络卫星这个工具很好，无缘佛界呀。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在一起学习，只要你真正能够做到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你决定成就。刘素云居士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。你懂得真正懂得精进的道理，我就一门深入，我就学一部经。就一句阿弥陀佛，我认真干十年，不妨碍工作。工作照干。工作一放下，我的佛号就提起来。每天至少有两三个小时听经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没有时间，早晨早一点起来，晚上晚一点睡觉。一天能保持4个小时听经，10年不中断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每一天听经不少于4个小时，就听一部，不要换第二部。为什么呢？一部能得定啊。换来换去的时候，定就没有了。定没有了，慧就没有了，你就难了，你乱掉了。你一步是在定中啊，你不改变的。所以不能好高骛远，不能贪多。十年开悟了，悟了以后，所有一切经论你一接触就通了。你看这个便宜可占大了。你要想学的时候，你一年学一部经，10年学10部，10部都很平平常常的，没有杰出的东西。你10年搞一部啊，那10部全通了，步步都是杰出，都了不起。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明了事实真相，你对古人就磕头了，你不能不佩服。他的方法实在太妙了。今天什么科学方法论，没有法子跟人比啊。他的方法是开发你自信的般若智慧，开发你自信的德能相好。1000多年的经验，我们不相信，相信现代人外国人搞的这些东西，要学许许多多东西的时候，
搞了一辈子，搞得很辛苦啊，一样都没搞好，就错了。啊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，不听老人言呢，吃亏在眼前。啊，等到你觉悟的时候，你后悔莫及。为什么？你的时间过去了，年岁太大了，就不行了。啊，好好把心定下来，10年搞一样。啊，你看看人家求往生净土，去求做佛，只要3年。啊，讲的这两个例子，将军像这老太婆，没人瞧得起他；锅炉匠谁瞧得起他？哎，都是3年。啊，他们什么？他们没有净，他就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，就这6个字就行了。啊，3年就做佛了。谁能比得上啊？啊，一度之间呢，帮助他成佛，就是他已经学佛的人，一定把净土法门教给他。成佛快呀，他真想成佛，那真容易，一点都不难。啊，对于这个世间毫无留恋，对于这个世间充满了感恩，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对我念佛往生成佛都做出了贡献，我怎么能不感恩？所以你要知恩，你才会报恩。啊，对你做出许多贡献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恩的，所以你也就不会报恩，知恩就会报恩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所作所为给我们看的，提高我们的境界啊，他做的善的我们要好好学学，他不善的看看自己有没有，没有很好，有赶快改过来，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所以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，啊，这个世界的混乱，啊，地球灾变这么多，啊，对我们都有恩德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很美满的，我们应该到极乐世界去。如果这个世界很好，我往生极乐世界还没有信心，他不想去，那这还有值得留念。现在世界变成这样子，感觉到没有什么好留念的了，赶紧走吧。你看，山河大地对我们都有恩德。啊，知恩我们才会报恩啊，人人对我都有恩啊。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对我都是有恩德。那我们每天做早晚课，对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要礼拜呀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。